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掀开经本第111面，111面，第五行，从注解的第七段看起。学佛当审时机，机是根基机缘也。所谓时者，如南北朝时，百味难量，无不大弘佛法，将息极盛，然不无取着文字相，故大摩东来，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正对实兵。这一段很要紧，这就是讲的弘法了，一定要懂得观机。一般说到观机，总不外乎三桩事情。第一个是人，为哪些人讲？第二个呢，是处所，在什么地方讲？第三个是时间，什么时候讲？这个三番审机，如果要是对了机了，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契机。契机契理，这才是佛说的。所以佛的经叫做奇经，上契诸佛所证之理，下契众生可度之机。那么为什么要观机？观机的作用在哪里？这一段说得很清楚。根基是讲人，就是对哪一类的根基人，应当要说什么法。佛陀灭度之后，留下来这么多的经论，法师讲经就好像替众生治病一样。当然法师没有佛的本领，佛这个观机说法了，那是决定不会错误的。法师总得要小心谨慎观察众生的根基，为众生呢选择一个法门，这样子能令一切众生
的利益。这里面还有一个缘啊，所以众生根基要了解，缘也很重要。缘不成熟也没有办法啊，是因缘成熟啊。那么像我们这边有这么一个道场啊，这个是缘，又有这么多热心于佛法的同修们，他们发心离情，他们发心邀约大众啊，共同来参学，那么这个都是缘分。大的环境，这个地区安和乐利，那就是社会也安定，人民富足啊，是一个大乘佛法弘扬的很理想的大环境。那么其次呢，是这个实界因缘呢也非常重要啊，这个实啊是讲的实际。这里举出一个例子，像中国古代南北朝时代，南朝梁，大家都晓得梁武帝啊，梁的都城呢在南京啊，所以南京是六朝古都，宋齐梁陈呢都在南京建都。那么北方呢有魏啊，这拓跋圭建立的啊，我们叫胡人呢，在当时那个时候叫外国人呢，在北方啊建立的一个王朝。那么这个两位过往啊都是虔诚的佛教徒，礼勤大德法师弘法利生，那么讲经这个道场啊很多，讲的人也很多，佛法非常兴盛，降息极深。可是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遗憾啊，就是讲经的这些大德呢很多都着相，然不无取着文字相的着相。着相讲的是文字与心性不相干啊，诸位必须要知道，大乘佛法的精华是在明心见性的，这个明心见性啊绝不是只有禅宗才讲啊，所有大乘佛法都是以明心见性为中心。那么在教下虽然不用这个名词啊，他用另外一个名词叫大开圆解，大开圆解就是明心见性啊，像净土宗里面又换一个名词叫理业心不乱啊，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只是啊每一个宗派啊说的这个名相不一样而已啊，都是以见性为中心啊，若不见性那就不是大乘
那么讲席里面都着相，着相就变成什么呢？修福啊！你看南朝梁武帝，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在这个佛教史里面，他有很高的知名度，大概与这个梁皇宝忏有关系。大家都拜梁皇宝忏，拜梁皇宝忏一定会提到梁武帝嘛。梁武帝如何呢？着相修福啊。他是这么一个个性，我们可以连带想得到，当时弘法的一些法师啊，多数也是着相修福。这个跟梁武帝交情才套得拢啊！你看大魔祖师一来，他要搞明心见性，这两个人谈的不投机，不欢而散了，梁武帝就不护他的法了。所以大魔到中国来，看到中国大乘佛法的弘扬，都是着相修福这个般若法，这种修学得的结果呢，人天福报而已，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不算是成就。所以他老人家来的时候，针对这个毛病，提倡禅宗。禅宗说不理文字，你们都住文字相，完全把文字撇掉，用参究。他来的时候，禅宗参究的方法用观心的，这个参话头是以后，大魔来的时候是传的观心，完全舍弃掉文字。那么这个做法呢，就针对那个时候啊，弘法修学人的着相毛病而实现的。那么我们今天看看现前社会佛法的弘扬毛病在哪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如果不知道毛病，你怎么能够对治毛病？一定要懂得。现在的毛病不但是着相修福啊，说老实话，梁武帝那个时候是真的修了福报啊。我们现在着相啊，在造业，没修到福报啊。人家着相是真修福了，我们着相福也没学到，造了业。这个时候的病比南北朝那时候的病深得太多了，也复杂太多了。现在一般人学佛的人，为什么我说他修不到福报呢？他是乱修杂修啊，他也很这精进不能讲精进，精他没有，进乱进杂进，他搞这个，因此连福报都修不到，这叫真正可惜啊。他还在拼命干呢，到处去学，一个人拜师父都要拜十几二十个，哪个道场都要跑，什么法会都参加，
修乱了，修杂了，你佛都修不到。因此我们在这个时代一定要提倡专。印光大师给我们做了好样子这个法子不是我有见地，我见不到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看印光大师所做的，提倡专修专好，这是对症对治的我们这一个时代所犯的病痛印老当年在世的时候，我们现在看他的文章，看他的永思录永思录这个后人纪念他的那些文字都收在印光大师全集之中，我们看到很多感人的故事，譬如他的学生他的信徒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印光大师的皈依徒弟其实你要这个说法印光大师并不承认，他在讲三皈依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这个文字留下来我们看到的他说你们发心来皈依，我只是代表僧团传授三皈依给你，你们是皈依三宝，不是皈依我一个人，这是交代得很清楚很明白了，接受他老人家传授三皈的这些弟子们几乎通通都有成就这是对老法师有恭敬心，听老法师的教诲。那么有时候到山上老法师晚年呢住在苏州灵岩山，到山上去看看老法师，老法师看到这个人来了把他叫在面前骂他一顿你来干什么，为什么不在家里好好的念佛他说我来看看师父，师父你过去看过了还有什么好看的，骂回去浪费精神跑这么远的路到寺庙又要供养，浪费钱财，钱不是好赚的，他骂回去了。这种道风针对现前的佛法里头的流弊他老人家赞叹西方确实，而且给他写了一篇序文西方确实是福鸾浮出来的，老法师说福鸾浮出来的只有这一篇东西是真的，其他的不可靠。西方确实确确实实纯粹劝人念佛，教导大家道场要重实质不重形式，
要求啊真正成就，啊，觉明妙贤菩萨的道场总共就12个人，啊，何必要很多人呢？人多了就复杂了，啊，道场看起来很兴旺、很热闹，将来一个都不能成就，通通搞六道轮回。这不是佛菩萨建立道场的意思啊！反过来看，觉明妙行菩萨那12个人，12个人通通往生，这叫大圆满呐！这是真实道场啊！所以何必要人多呢？人多了，这个供养多，收入多，道场财富多，哎，钱一多了就作怪了，争名夺利。这个道场没有钱呢，常常饭都没得吃啊，人心都在道上，都知道修行。道场收入一多了，心都变了。道心没有了，那个道变成什么？偷盗的道啊，变成那个道心了，那个麻烦大了啊！所以道场最好不要要求收入啊，至少不去动脑筋啊，去找钱、找人来，这个人才有道，这个道场才有道。人家自动供养来的，这个可以，绝对不去想尽方法去拉人、劝人，不干这个事情。啊，纵然今天我们有不少同修在做好事，流通这个录音带、经书，需要钱呢，有钱就做，没钱不做，这个才自在呀。我在台北2个道场，图书馆韩馆长负责，管理这个道场；佛陀教育基金会总干事简丰文居士负责那个道场。我教他们的，我们那只摆个功德箱，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这个月钱多呢，多做。少呢，少做；没，不做最好啊！我们自己多悠闲，多自在呀！不可以去找事啊！找事是呢，攀缘，你的心已经不清净了。你做的那一点好事，就跟南北朝这个时代的时候，你是修福了，错了。怎么可以去拉信徒？怎么可以去想办法去找钱呢？万万不可以！要知道，修这么一点福，把这一生你清净心失掉了，往生西方的机会也丢掉了，那才叫真可惜啊！这个法门，彭济清居士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好不容易遇到啊，遇到之后，用道心啊，道心偷盗的心啊，不是这正道的啊，用这种心去修福，你将来得的是什么果报？真正叫迷惑颠倒，大好姻缘当面错过啊！所以我们看真正祖师大德善知识的教诲，他们这个做法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宁愿不做啊，不可以贪图福报啊，贪图福报你怎么能离开
六道轮回。福报尚且不贪图，你的心自然就清净了。所以弘法利生的事情，诸位要晓得，我们只做一个正上缘而已。众生有福，那个财富自然会来呀。来了，我们操心呐，要如何给他用出去，用得真正有功德，我们有这个责任呐。用得不妥当，我们就有罪过。这是要背因果的，知道因果责任这么大，谁愿意去求啊？不会干这个事情啊！有些同学钱送来了，那没有法子，送只好替他办事。我不想他送来，他不送来好啊，不送来我没事啊。自古以来，祖师大德善知识不但这样教我们，他们本身一生所做的，你仔细去观察，就是这样的。所以，针对实病，这个佛法才能够利益众生。再看底下这一段。今则大度不明佛理，正当广劝度尽，要其空俗啊！不离文字，今有非也。那么大魔祖师要是生在这个时代，他一定都劝大家读经。他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他要搞不离文字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读经啊，都着相，所以用那副药啊治那个时候人的病。现在人的病是什么呢？对于佛法教理啊完全无知啊，非常热心学佛，到处拜佛，到处参加法会，佛法是什么不知道，那怎么行呢？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应当劝人读经。这个药就是治他了。他对于佛法一无所知啊，这是空俗啊。要用读经这副药来治他的病，就是要劝他读经。禅宗这个不离文字，不适合于现代社会，不适合。故不如发起大悲大愿，修复持戒，一心念佛，亲近释迦弥陀两位大善知识。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不好，怎么不好呢？大多数的众生不明因果，不相信因果报应，换一句话说，不知道断恶修善。世间有不少人，比例很大，我看至少恐怕有一半，这个数量太可怕了。
误以为修善的人是傻瓜，造恶的人是英雄好汉，产生这么一个错误的观念呢、善不修了，恶拼命在造，这个世间感得什么样的果报？我们学佛的人心里头明白啊，世间所有一切法不是别的，业果感召的呀。看你造什么业，就感什么样的果报啊。恶业必定感恶果，这个恶果就是世间许许多多的灾难、天灾人祸啊，感这些东西啊。这里面的道理、事实的真相，唯有佛菩萨知道，唯有佛菩萨说法能够挽救。挽救就是对治众生这个毛病，把他的观念呢改过来，让他相信因果报应，让他知道断恶修善，不但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也要改善社会的生活环境，这个就是自行化他了。所以江居士在此地教给我们，不如发起大悲大愿，我们要这样做法，修福持戒。修福就是断恶修善，利益众生；持戒就是依教奉行，认真的修学。而在行门里面，一定要选择敬重，一心念佛，一心念佛就是亲近释迦牟尼佛、亲近阿弥陀佛这两位大善知识。释迦教导我们念佛，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肯念佛发愿求生，这是世尊对我们的期望啊，我们才不辜负他。阿弥陀佛在西方接引我们，一个是保送啊，一个那边欢迎啊，这不是决定去了吗？因命以此经义观照自信，这读经重要，所以我们劝人直接读净土三经。如果有能力，我们劝他念净土五经一论，专门读净宗的经典，金刚经是附带的。我们这次再讲《金刚经》，这个意思前面都说明过了，是因为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为什么不得力呢？没有看破，没有放下。重新把《金刚经》拿来温习一遍，《金刚经》里世尊教我们看破放下，然后你就会老实念佛了。所以我们用这部经啊来助修啊，来帮助我们经
不必读太多啊。有这几部啊，我们这一生就够用了，足够了，多了反而搞杂了，反而搞乱了。所以这个经典是观照自心，迁弃烦情。这个迁就是舍弃，把我们的烦情、执着、妄想、分别，统统啊舍掉。一面恳切持名，求与众生同生净土满菩提愿。不但我们自己要求往生，往生的心要恳切，至诚恳切，至持名号就有感应，而且感应非常的快速，感应不必问别人，自己很明显的可以体会得到。往生西方不难啊，真的想去就去，什么时候想去都去得成啊，这一点都不假了。还有寿命可以不要啊，现前就可以走啊，都是事实。我们在往生传里面最早看到的，寿命不要了，马上就走了，宋朝盈科法师《净土圣贤录》里面就有他的传。这个人呢，虽然是出了家了，但是不守清规，是个破戒的出家人。他自己晓得，因为他相信因果。相信因果，为什么还要破戒作恶呢？习气很重，我们现在讲是经不起诱惑。一看到外面境界，他就乱了，经不起诱惑。还好啊，他相信因果，想象自己所作所为，将来一定会堕阿鼻地狱。这想到堕地狱就可害怕了，恐怖了。就问他的一些同学、同参道友们，有没有方法救我？我知道，我将来会堕落。会下地狱。同学们呢，就劝他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送给他一本呢《往生传》。他看了《往生传》，每看一篇，他都非常感动。看到别人念佛，都到极乐世界，都去见佛了，越看呢，自己越感觉到惭愧。往生传念完之后，他发了一个狠心，把自己疗房门关起来，一心念佛，求阿弥陀佛。他也不睡觉，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下去，念了三天三夜，真的真诚所感呢，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修习修行，十年以后你临命终时，我来接引你。盈科法师跟阿弥陀佛说，不行，我的劣根性太重，再有十年我经不起诱惑，不晓得造多少罪业，我那个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要跟你走。
那么阿弥陀佛呢，也很欢喜，就答应他了。他说好吧，三天以后我来接你，好不好？他说行，三天。三天以后他往生了，念佛往生，他也没害病，在佛堂里念佛走的，念佛的时候求这个大众，他告诉大众，我三天以后要往生了，没有一个人相信啊。这坏和尚就是不干好事的，关起门念三天佛，门也打开，说三天以后才要往生，没有一个人相信。不过时间很短呢，大家看看你三天以后你往生不往生，大家看看了。到了第三天，他洗了澡，换了衣服，在扩送的时候要求大众念佛送他，大家好啊，我们看你走不走，结果念没有多久呢，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来接引我了，向大家告假就走了。说明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纵然长寿可以不要啊，随时可以走得了啊。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去，你对这个世间还有没有留念？哎呀，这个世界还不错啊，那不肯去那就没办法了。所以要肯去啊，随时都去得了啊。这是古代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榜样。最近就在新加坡也有这个例子，苏居士星期天会讲给你们听的，就在眼前的，可见的，真的一切放下了，寿命也不要了，也放下了，阿弥陀佛就来了。你今天念佛，阿弥陀佛为什么不来？来了也没有用，来了阿弥陀佛我不想去，我这里还留念这个地方，那他何必要来呢？所以阿弥陀佛不来是你没有诚心，你嘴巴里想往生极乐世界，心里头留念这个世界呢，不想去啊。阿弥陀佛很清楚，他不来，恳切，不但自己求生，还要带所有一切苦难的众生同生极乐国。我们每天回向偈末后一句同生极乐国，那个愿要真实要真实不管我们做得到做不到，心真实，愿真实，我们跟所有的众生呢结了缘，这结了法缘。这现世修行无欲此法啊，现世间现代在这个世间修行，没有任何一个法门能够超过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这个一段文我在这个刮胡里头特别记下来，此是姜维农居士一生修持的心得。在这个地方呢，他用这个来供养我们大家了。这几句话了要牢牢地记住唯有一门深入。老实念佛我们才有救啊，决定不贪图世间的福报。唐朝庞云居士表演给我们看的
好事不如无事。啊，那是他家里头现成的金银财宝啊，统统丢到水里面去。啊，别人问他，你既然不要了，为什么不拿这个来做好事？啊，来救济社会，做慈善事业。啊，他就留这句话给世界：好事不如无事。这一句话是真理呀，是名言呐。啊，大家都能相信，都能信守，给诸位说，天下太平了。啊，今天社会为什么这么乱呢？好人太多了，每个人都好，都想做好事。啊，假做的好事，一不服气。一做的好事，丙不服气，不服气怎么样？打了，所以这好事就变成乱世了。啊，我们从前李老师，跟我们上课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台湾，啊，这个表扬啊，好人好事，啊，地方上啊推选好人呢，表扬。我们李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啊，好人好事。然后呢，又回过身去，把那个第二个好字，那个角角上画一个圈，画一个圈就是念破音字，念好，好人好事。好事就是多事啊，反而把社会呀搞乱掉了啊，所以说不如无事啊。那个真正做好事是缘成熟了，送到你面前了，这个不能不做，这是我们应当做的。没有这个缘分，决定不要去找。啊，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啊，永远保持自己的身心清净。啊，这是真正幸福啊，真正享受啊！你这一生呢，自在安乐啊。那别人都修福，我没有福，我不没福报了吗？哎呀，你的福报超过他了。啊，怎么超过他呢？我不是不修福，是没有缘。可见的修福的那个心圆满的，那就是圆满功德。啊，你看这个佛在楞严会上所讲的，法义圆成，圆满功德。那个心一发了，功德就圆满了，哪里要做事啊？事情来了，事做了才圆满，事情不来了，心一发就圆满。啊，利益一切众生之心，啊，但是没有缘，可见的他福报是圆满的。这些大乘深经里面所讲的甚深之理，我们要明了，啊，要清楚，然后自己在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啊。决定不能走，啊，不要以为在佛门里做些好事未必真的是好事。啊，未必是圆满的好事，未必是清净的好事。啊，你必须要面面观察，
而且还要防范。现在是好事，将来会变质啊，一变就不是好事了。那么变质之后，你要不要背因果责任呢？这不能不知道啊。经论之中，古圣先贤的教诲义理很深很广，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自然就得受用了。再看底下这一节，般若非离于五度而别有，无度皆是行门，可见般若虽名空义，而空义不能离实行，这般若之绝非偏空名义。般若是理，前面五样是事，事离不开理，理离不开事，理跟事是一，不是二。这是佛法。把理事分成两边呢，那就错了。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不是没有啊。这些人修行，就是所谓的盲修瞎练，盲修瞎练如何能成就？这一段呢，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布施里面要有智慧，没有高度的布施，刚才说了，不但得不到福啊，反而造了罪业了。持戒里面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单单持戒，自己一生冤枉受了好多苦，持戒很辛苦，佛教给我们以苦为师，里面有高度的智慧，高度的智慧呀，虽然苦，戒律很严，里面有乐，有真的乐在里头啊！没有智慧呀，硬要这样做法，强迫自己这样做法，那个很苦啊，那个里头没有乐，一定要有高度的智慧，像忍辱，忍辱有智慧，这个忍啊，化解成为智慧。如果没有智慧，只是勉强的压在那个地方，那样的忍受，一般人讲的，忍受是有限度的呀。超过限度会爆炸了，所以有智慧在里面呢，人就化解了，那个才真正的受用。精进禅定呢，都要有智慧在其中，离开智慧不行啊。所以佛法的生活就是智慧的生活。这前面讲过多次了，学佛就是要把我们轮回心把它转变成佛性，烦恼痛苦的生活把它转变成
高度智慧幸福的生活，这才叫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真的乐，它不是假的呀。这样呢，我们的佛就没有白学了，学得有意义，有价值。那么由此可知，般若虽然讲空，不是空无。这个偏空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啊，不是这个意思。无度力般若，不为波罗蜜，即不能到彼岸。这一句也非常清楚明白，但是它的意思很深很广。五度实在讲展开来，就是我们全部的生活行为啊，注意要懂这个意思，不懂这个意思你不了解佛经的意思啊。我们全部的生活行为啊，归纳成这五条五大类啊，所以这个五条啊，就是我们全部的生活行为啊。我们一天从早起到晚上睡觉，一年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一生从我们出生那一天到我们报终的那个时辰，全部的生活行为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五大类啊。你这么看呢，就正确了，不能离开智慧呀。离开智慧呀，就不叫波罗蜜了。波罗蜜什么意思呢？圆满。离开了智慧呀，你的生活不圆满了。不圆满也就是不美满了。这是讲我们现实的，你不美满。第二呢，不能到彼岸。这个不能到彼岸，就是不能够了生死脱轮回啊。必须要知道，要想了生死出三界，要靠智慧啊。智慧从哪里表现呢？智慧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这个生活里面点点滴滴都是高度智慧，那你就超越三界了。五度的广义前面说过啊，这个地方不要再重复了，重复耽误很多时间。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前面是讲第一般若蜜啊，是给我们说明般若，讲的是理。这下面呢，要给我们讲事了啊，事若不明，我们不晓得怎么个做法了。四佛略说了，没有广说。五度里面呢，只举一个做例子，这一个例子明了了，其他的就可以类推了。这是世尊说法的方便。五度是我们整个生活的纲领，世尊特别选择忍辱
来给我们说。为什么呢？这是最难修的呀，最难的你都能做到了，那个容易的就不必说了。我们看经文，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这个金刚经读到这个地方啊，大概现在我念这个经文呢，里面的意思诸位都能够尝到一点味道了，有那么一点乏味啊，有那么一点发喜了。愚度这是科题里面曰愚度命，愚是其余，除了般若波罗蜜以外其他的这个五条，指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说这个五类，此为万法之总纲啊。这个万法大家要晓得，包括我们全部的生活在里面啊，不要以为这个万法大概是佛法了啊，那你只解一半的意思，另外一半你不懂啊。万法包含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通通包括在里面。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指我们一生的全部的生活行为啊，你才真正明了这个佛法里的讲的意思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经里头字字句句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啊。经里说的就是说的我们自己事情啊，就是帮助解决我们生活上许许多多的困难啊。这个佛经学了马上就有用啊，只要肯用立刻就见效啊。所以说万法之总纲，即一切法无不含摄也。事出世间一切法像这个经上开端所举的例子穿衣吃饭都包括在其中都必须要有真实的智慧。真实的智慧是什么呢？立相不着相不着就是智慧。法法皆立相，这法法不离般若，法法即是般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到舍卫大臣去托钵着衣吃钵，须菩提尊者赞叹他稀有世尊，他为什么赞叹他？就是因为穿衣是般若，托钵也是般若啊。释迦牟尼佛从奇树借孤独园往舍卫大臣去，这个经上记载着说，这个奇树借孤独园到这个大臣呢，好像是三里路有这么远的距离呀，三里路。释迦牟尼佛一步一步走到那，步步都是般若波罗蜜。哎呀，须菩提尊者看到这个真稀有啊！那这个才真正叫不可思议啊！就说明了，整个的生活就是般若波罗蜜我们看我们凡夫。整个的生活
是妄想、分别、执着、烦恼造业，我们干的是这个。佛菩萨所干点点滴滴都是圆满的般若波罗蜜。我们学佛学什么？学这个。不在这上面用功夫，不在这上学习，你不是学佛。学佛不是叫你到这来学念经啊，不是啊。你要会念呢，每一个字都不着相，这经文打开呀，字字都是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呢？前面讲呢，不着文字相啊，不着言说相啊，这不着言说相啊。你每天跟人说话，说的再多，全是般若波罗蜜。你如果着相了，都是些是非口舌，都在那里造口业。一不着相的时候，全部都变成般若波罗蜜了。要在这个地方学。今独具忍辱言，这个其他的都不谈，世尊呢，单单举例呀，举忍辱，以忍辱最难立相，其他的叫你不着相立相比较容易，忍辱立相啊很难，故特具此，移开其他。佛说此，意在令众生举一反三。佛讲经的意思，你明了这一条了，其他的通通就以此类推呀，都可以明了了。般若即在于五度之内，不能独存啊。所谓是理在四中啊，离开四哪来的理呢？那个理也是空洞的呀，是个不切实际的理呀。理必定不能离开四，理就在四上显示出来了。若行忍辱法，不学般若，便不知立忍辱法相，不立法相，则生嗔恨，忍辱之功恨破矣。可见般若是与与度共行之法，非别行之法。那么这是举这个例子讲，我们学佛学忍辱，世尊在本经里面六度当中讲布施、讲忍辱讲的特别多，其余的就很少讲，省略掉了。有布施是修福，忍辱啊是能够保福，忍辱能保持啊。你单单修，你不能忍，修得再多啊保不住，最后啊都落空了。忍辱是能保持啊。本经末后啊，佛说一切法得成于忍，一切法的成就第一个因素就是忍，你能忍呢
你就能成就。无论是佛法是法，一定能够成就。你不学不入，你就不知道修忍辱要立忍辱的法相。不立忍辱的法相，刚才讲的那个人是勉强的忍耐，表面上的忍耐，心里面不平啊，表面上的忍耐，正所谓是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里面有般若波罗蜜了，把这个忍辱的相离开了，化解了，他那个忍辱是无限度的，就不是有限度的，是变成无限度的。忍辱里面生智慧，生法喜，生福德。般若进去之后啊，得这样殊胜的效果，真正不可思议。如果说不立法相，着相，着相修忍辱，刚才讲了，表面上人心里面还是嗔恨，从嗔恨就生报复，有报复就造无量的罪业了，忍辱的功恨破掉了，没有般若波罗蜜，忍辱不能成就啊！可见呢，般若波罗蜜跟其他一切法，余度啊，就是前面讲的一切法，共存共行。不是离开一切法，别有一个般若波罗蜜，没有这回事情。所以我们佛教的教起，这个后头，现在没有教起了，从前我们这个后面呢是挂了一面教起。佛教的教起怎么设计的呢？就是六度。你看前面的时候，每一条长条的那个代表的是四五度，布施、忍辱，这个持戒，忍辱、禅定、精进、禅定，这个五条啊，后面一条啊，是那五种颜色杂在里面的是一条，一共是六条，那一条杂色的那就是般若波罗蜜。般若不能离开前面五度啊，所以佛教教起是这样设计的，你们看到这个教起就想到，这是菩萨的六波罗蜜。那么说明理跟事关系非常密切，理离不开事，事离不开理。般若空也，般若讲空，空理也，与心体相应，余度有也。与现象相应，它有体，它就现象。体能够现象。所以前五度与相相应，般若与体相应，
这是从体相用上来说的。空有本来同时不可离，性相是一不是二，体相从来不离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教给我们这个方法的与自性完全相应，心里面一丝毫不执着与体相应，在生活当中样样事情我们都做得很圆满，与相用相应，这叫顺性。顺性啊，就是随顺法性，随顺自性啊，是诸佛与大菩萨们他们的生活。我们今天这样说，是过佛菩萨的生活啊。凡夫啊，迷失了自性，迷失了自性啊，他的生活行为与自性啊相反了，他不顺性。这不顺性啊，就是着相。修复着相造业，于是乎这个自性现象现什么相呢？现六道轮回之相。这个相怎么现出来的呢？是众生业力把它转变出来的。如果一切随顺法性呢，它所现的相呢，佛经上讲叫一真法界。西方极乐世界你们在经上读的那个一真庄严，那就是立相现出来的，自信现出来的。你们读华严经，华严经在一开端有十一卷半的经文，很长，就是从第一卷一直到第十二卷的上半卷，总共有十一卷半的经文，说明了毗卢遮那佛一真庄严，那就是介绍啊这个华藏世界。所以古人讲啊，不读华严呢，不晓得佛家的富贵呀。人间天上的富贵，要跟华严经上说的那个，那差太远了，不能比呀。那是成佛的富贵呀。但是诸位要晓得，世间的富贵，包括天上，天上福报最大的，大梵天王，大梵天王的福报从哪里来的？修来的。三界六道一切众生的福报都是修来的，断恶行善修来的呀。华藏世界、极乐世界，诸佛菩萨的富贵呀，不是修来的。这一点诸位要想的，从哪里来的呢？自信变现出来的。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很好，何其自信本来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是自信啊，自自然然变现出来。我们一切众生都有自信，一切众生都有一真法界，很可惜的
是你打妄想起执着了，因为妄想执着把你的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了。一真法界为什么变成十法界？是你自己变的，不是别人变来给你受的。所以这个问题最后我的解决，你自己变的还要你自己解决，别人不能代替你解决。所谓戒灵还需系灵人呢，就是这么回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帮你忙，能够带你解决的，一定要靠自己。现在这个道理我们搞清楚了，理是什么呢？本来是一真法界，把它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变成三恶道，都是自己在会变。用什么变？妄想、分别、执着，贪嗔痴慢，就这个东西在变呐。佛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清楚了，只要我们把这些能变的通通放下，通通舍掉，它就又变回来了，又变成一真法界了。这一真法界就现前了。一真法界是本有的，十法界是虚妄的、假的。你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它才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十法界就没有了。永嘉大师讲得很好：“觉后空空无大千呐。”什么叫觉呢？一切放下就觉了，有一丝毫放不下，不觉。那就是迷呀，般若是觉啊。般若怎么觉呢？离一切相。所以跟你讲啊，好事不如无事啊。无事你觉了，好事你迷了。这个诸位一定要清楚，所以在从前，中国在古时候，寺院里面的丛林执事，住持当家是什么人呢？都是佛菩萨再来的，他要应酬，他要做事，他虽然做事什么，他心里干干净，他不执着。再来人啊，我们凡夫到寺院去当轻重啊，佛菩萨来照顾我们了，来帮助调理我们了，那哪有不成就的？所以执事不是凡夫啊。那么由此可知，要想做好事的也不是凡夫啊。做好事的是什么人？诸佛菩萨。也许你们要问，法师，你说这个话有证据吗？有，华严经五十三参就是证据。五十三参是五十三位化身大士，那不是普通人呢，是现在这个社会啊，各行各业每一天勤苦在为一切大众啊做好事，那就真做好事了。他自己怎么样呢？心地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
那叫菩萨事业。那么由此可知，菩萨事业不是单单出家人啊，在寺院丛林担任执事才有份的，在家人从事任何一个行业也有份啊，只要你觉悟，只要你去做，一切都不执着，那就是菩萨事业了。如果你做这些工作心里头不清净，你有分别，有妄想，有执着，那就错了啊。那个你就是做得最好，刚才讲了是修一点的人天福报，三界有漏的福报，如果做错了，做偏差了，那你就是造的罪业啊，感果一定是在三途。第一桩事情我们决定不能够小看，一定要非常谨慎啊，非常慎重去生活，去过日子。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成就道业。这个底下的意思好懂啊，我们念念就行了。空有本来同时，不可离。所以当两边不着，会归于中道。啊，中道这个名词，我们体会它的意思就行了，不能执着。如果你执着有个中道，完了，中道跟空有又变成对立了，你还是堕落在一边。啊，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两边不立了，中道也不存。这才干净。有中道啊，就错了啊。这个菩萨里面，佛经上常讲有全教菩萨。什么叫全教菩萨？全教菩萨执着中道，没有把中道空掉啊，所以他不能见性啊。虽然修六度万恨啊，空有两边不执着了，他着了一个中道啊，也坏了。坏在哪里呢？障碍他见性，他不能见性。所以经上教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中道就是名字啊，不要执着名字相，体会佛所说的真正的意趣啊，他的义理呀，去向我们体会这些。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了解透彻，然后才能够修菩萨行呢。菩萨行以般若为主，就是决定不能离开般若，离开般若就不是菩萨了。所以世尊在本经里面呢说得很清楚，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有他没空嘛。什么是菩萨呢？必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空掉了，都离了，都没有了，这叫菩萨。
那么我们要问，那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在不在呢？在。不是这个相真的没有了，四相在呀、在怎么空呢？空你心里面执着的那个思想，不是叫把这个身体空掉啊！啊，放一把火把身体烧掉，烧掉也没用啊！烧掉你也不能成佛，你也不能成菩萨啊！啊，所以诸位要晓得，是空你心里面执着的那个思想。不是空这个，这些外面这个思想，外面这个思想没有关系，啊，只要里面那个执着空掉了，外面的相啊，离事无碍，啊，离事无碍，性相一如嘛，性离不开相，相离不开性嘛，这是离事一如，离事不二。不但理事不二，事事不二，事事无碍。华严里面给我们讲的，大能入小，啊，芥子、芥菜籽里面可以把三千大千世界装进去，芥菜籽没有放大，三千世界没有缩小，那它就装得进去。这说明呢？事事无碍，为什么会无碍呢？因为每一桩事都是法性，性是融通无障碍的，性所现出来的相怎么会障碍？所以相没有障碍，没有障碍，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多障碍？处处都是障碍，处处成障，这个障碍的发生呢，都在妄想分别之中，都从这里生出来的。离开一切妄想执着，那么你的境界就是无障碍的境界了，啊，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不思议解脱就是完全没有障碍，所以般若是智慧，智慧是心里面不着相啊，因为体上没有相啊，体上虽没有相，体会现象啊，它会现象啊，体是理，相是事。我们心里面没有牵挂，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与体相应，就是见性，与性相应。事上呢，也不必去离开它，也不必去破坏它，所以虽不坏有，那个有是自性变现出来的，相就是性，性就是相。用不着破坏呀！你看诸佛菩萨，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千处祈求千处应，那个千不是数字，你要把它看成数目字看待呀！哎呀，观音菩萨太渺小了，那一千处之外，观音菩萨就没有感应了，是不是？那我们念观音菩萨求感应就很难了，那不止一千个人求他，那我们在一千个人以外不就没有感应了吗？千代表圆满，千是十的扩大，十个十就一百，一百个一百，这个十个一百就是一千，是把这个十是表圆满，把这个圆满扩大。代表了大圆满这个大圆满，尽虚空变法界，
哪个地方有众生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感应了，起感应了，是这么个意思。那么观音菩萨应化在十法界，应化在六道，没有破坏六道的相啊。不但不破坏六道的相啊，他自己还会现象呢。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他就现佛身了。为众生说法了，应以声闻声得度者，他就现声闻声而为说法，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没有坏相啊，没有坏啊，任不应诸有有，般若的空啊。就在这一句，不应该执着，啊，决定不执着就对了。所以回归中道啊，中亦不着，啊，中道不存，中道也不能执着。心里面有一个中道，就执着中道了，就错了，啊，心里面想，哎呀，我现在两边都不执着了。你说你有没有执着？着了啊，着了两边都不执着啊，那就是中道的意思啊，你早就着了。由此可知，一起心一动念就着了。我不起心不动念了，你已经着了不起心不动念了。六祖讲的，本来无一物，你想想他有没有一物？他有啊，有一个本来无一物啊，还是着了啊。六祖虽然说这一句啊，他确确实实啊没有执着。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达不到他的境界。他说本来无一物，他真的无一物。我们说本来无一物，已经着了，着了这一物了，这就是我们不如他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达不到他境界的地方，他是真的一切皆空了，我们一切皆空了，还着了一个一切皆空，麻烦就在此地啊。大乘佛法无论怎么学总是着相，学有着有相，学空着空相，非着不可，这个就是哎，生生世世搞成这个样子，连一个出国须陀环都没有证得，我们读金刚经才恍然大悟啊。在过去总认为小乘人着相啊，大乘菩萨不着相啊，读了金刚经才晓得，连小乘须陀洹呢，他都不着须陀洹的相，所以他才能够啊证得须陀洹果。佛在这个经上确实为我们大家都受记了，我们有善根，这是佛在经上承认的，而且善根非常深厚，何以见得呢？我们听这个经啊，不惊不怖不畏啊，我们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累积的善根福德，不可思议啊！
为什么没能证果？小乘初果都没证到，这原因在哪里？就是刚才说的，心不干净啊，总是有执着。没有真的能放下，在这样状况之下，除了念佛往生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啊！还有这微细的执着没放下，这就叫做待业往生啊。那么由此可知，过去生中我们虽然遇到这个净土法门呢，为什么没去得了呢？可以待业往生，为什么没去得了呢？这个世界有贪念呢，放不下了啊，你的地产放不下，你的金银财宝放不下，你的家亲眷属放不下，那好了，阿弥陀佛也没有办法，也不能强迫你去啊。这就是说明了这些粗重的贪嗔痴慢能放下，决定往生。其他的法门没指望啊，刚才姜维农居士讲过啊，姜维农居士自己也做不到啊，他学《金刚经》学了40年，写出《金刚经》讲义，可以说是历代《金刚经》注解的权威呀，没有人能超过他。他自己还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把般若全部都搞通了。还是做不到啊！这个就晓得真难呐！这个净土法门之外真难啊！禅也好，教也好，密也好，没有一样不难。如果你要是修三界游路的福报，行。所有大小乘经典都能够帮助你得福，你想了生死出三界没分，那实在是没法子。此佛菩萨所以以大空三昧为究竟，以无知无得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话呢，真的说到究竟处了。在佛法当中，这是上上乘法，所谓大乘之大乘，了义之了义啊，真的是究竟法啊，以大空三昧啊。什么叫大空呢？人空、法空、空也空，这叫大空三昧啊。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正受。正受，正常的享受。正受，也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正知正见。一空到底呀！诸位要记住，一空到底，是在你心上一空到底，而不是思想。四上空掉的时候，那叫大错特错了。在四上
你看看佛教给我们修三福啊，修六合，那都是四上啊。三福第一句，那是基础的基础，这在四上修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没有空啊，空着呢，心里头不能执着。要不要孝养父母？要，尽心尽力的孝养父母，心地清净，不能着这个相，着这个相呢就错了。心里不着相，那有些人问，那怎么个孝顺法？那不是假的吗？那哪里是真的？心里头没有父母，表面上有父母，那不是假的吗？你这在这打妄想啊！你心里面有父母，这个样形象上也有父母的时候，那才叫真的是假的。为什么呢？妄心呐、啊！心里面干干净净，真心啊，真心立念。真心里头没有妄念呐、啊，你那个孝养父母是真心在孝养啊，你那个奉事师长是真心奉事啊，真心是永恒不变啊，啊，妄心孝顺孝养父母，时间久了还嫌弃呀、啊，啊，还有讨厌呐、啊，真心里面没有，真心没有妄念的、啊。佛菩萨用的是真心啊！从这个地方你就晓得，四根理是一不是二啊，有四必有理，有理必有四啊，这个才叫菩萨道、菩萨行啊，叫大三空三昧，这是究竟，究竟圆满。学佛人所求的就是一个究竟圆满的智慧啊，究竟圆满的智慧在佛门里面的术语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一句话实在讲是可以翻成中文的，他没有翻是为了尊重啊，从前仪场他有个规矩叫五不翻，五种不凡，这个是五种里面的一种，叫尊重不凡啊，我们对他很尊重啊，不凡保留他的因啊，加以解释啊，他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怕大家听了啊意思不明了啊，所以我呢就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说，大家一听就懂，究竟圆满的智慧，这个大家好懂，无上正等正觉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是什么呢？无知无得。你看《心经》到末后啊，总结论，无知亦无得。那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你有知有得了，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俱立远之远矣啊！我们今天学经啊，你们同学学讲经，为什么那么困难？你知道你困难在哪里啊？因为你有知又有德，就麻烦了。你如果真的是无知也无德了，哎呀，这个佛法摆佛经摆在你面前呢，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啊，长讲短讲，深讲浅讲，就得大自在呀。啊，如果你有知有德了，那就麻烦大了。关键就在此地。
啊，就说个实在话了，我们学佛做佛的弟子是最不听话的弟子啊。我们自以为是佛的弟子，佛究竟有没有承认我们还不晓得了。佛在这个经上的教训，我们要真的听话，真的去照做啊！怎么做呢？放下啊！这一放下呢，哎，就看破了。一看破的时候，更容易放下了。看破放下，相辅相成。得大自在啊，得无量智慧啊，无量的福德了。无量智慧福德是从看破放下里头得来的。何必精进去求福啊，去修福啊，所修来的三界有漏的福报没有意思啊。这个理很深，甚深甚深。诸位如果听错了，那我就害了大家了，从今以后什么不修福了。你看，你自信里面真正的福报不能现前，因为你没有般若智慧，又不肯修福，那你的日子就过得很苦了。到那个时候你不能怪我，我没说错，你听错了啊，是你听错了，我没说错，要从这个里面细心去体会，必能如此，然后可以随行六道，现百千亿化身。必能如此，就是如此经中所教的。必能这两个字是完全肯定的，里面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必定要这样做法啊，两边不着啊，中道也没有，要离得干干净净，法相非法相都不取，法相是有，非法相是空啊，空有两边不住啊，而生其心，生什么心呢？就是随心六道。六道可以随顺，那十法界更不必说了嘛。像观音菩萨一样嘛，像诸佛如来一样嘛，现百千亿化身，这个百千亿也不是数字，代表着大圆满，究竟圆满啊，尽虚空变法界，无处不现身呐。就有这个能力了，这个能力是自信的本能。人人都有自信，人人都有这个本能，可惜我们的本能被妄想执着障碍住啊，这世尊常讲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我们的智慧得相跑哪里去了？妄想执着
这个东西害苦了。般若教给我们什么呢？把妄想执着放下，把它空掉啊！啊，就是空妄想执着啊。立相是立妄想执着的相，是立着。所以一切法自然而生，而一心湛然，本无所生。此之谓得大自在，得大受用。实在是，心放下一分，就得一分自在，就得一分受用；放下两分，就得两分自在，得两分受用。非常现实啊！啊，你能够把钱财放下了，你在钱财里面得解脱了，得自在了，得受用。受用是什么呢？你一生在钱财上不会缺乏，得这个受用。你根本不要去想它，你需要用的话，它自然现前。不操一点心啊！啊，大自在是身心自在啊，无忧无虑啊！啊，舍什么，什么样东西就圆满。啊，为什么呢？因为舍掉之后，性德现前。啊，在一切思想当中，确确实实啊。现代人所讲的心想事成，啊，这是真实的。我们要相信佛，相信信德的受用，能度一切苦厄，断奈何此？《般若心经》上讲的，度一切苦厄。凭什么度一切苦厄？凭般若波罗蜜，凭空有两边不着，此是般若究竟义，非学此不能入门，不能究竟。这个入门是入大乘之门啊！没有般若波罗蜜，不能入大乘之门呐。《金刚经》是大乘之门呐。马明菩萨的起心论也是大乘之门啊，何以知道他是大乘之门呢？因为经上说得很清楚，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可见的立相呢才是菩萨，那就是门呐。啊，着相就不能入菩萨门了，立相就入了菩萨门了。所以《金刚经》是大门呐。好，今天时间到了。